各位同学，我们要上课了哈，请就坐。啊，注意一下自己手机有没有关震动或关静音哈，谢谢。来，各位，咱各位学员，大家阿曼，大家好。啊，真欢喜今仔看到大家来遮，肯为台湾来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那么我今仔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安听起来，安尼咱台湾敢若无正常吼？台湾破破的款哦，啊，确实有影。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来管台湾了吼，真正管甲拢破去啊！吼啊，所以无正常吼，所以咱来遮赶紧甲咱的头壳内底无正常的吼来个解读，解个正常。好，那么我即马来开始讲了吼。那么首先，咱来先来了解到底咱台湾伫法律上近代台湾的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吼？来，咱是1895年，迄个日本的天皇，因为刚好战争占领了吼，日本天皇依据下关条约，就是国民党咧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皇帝取得台湾甲澎湖。那么过来，但是伫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因为迄个美国牵了两原子弹了，日本天皇赶紧宣布投降。然后伫1951年的9月7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啊，伫52年的7月2日签好这个旧金山的和平条，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就头拄咱秘书长咧讲的迄三，好 ，right。Title and a claim 这三项，哈、哦，但是并无放弃主权，哈、哦，啊，所以台湾的甲澎湖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哦，无办过户。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无讲要放弃了，啊，要互相，无安尼讲，没，总共咱要买卖，有卖唔靠买，但是你讲卖，啊，啥物人买去？什么人接收去？旧金山和平条无讲接受国哈、哦，所以咱目前台湾甲朋友还佫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哈、哦。那么即马以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是前个中华民国咧甲咱代理管理中间，代替美国咧管台湾哈、哦。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咱来一行一行，来个了解，哦，来个分拆。首先，咱上大先爱知影讲，到底咱是虾米人？咱是对一国的人，啊，咱是对一个种族的、迄、那个种族的人。哦，这你若无明白清楚吼、哦，咱真有可能认贼做老爸。真伫台湾真正足侪人咧认贼做老爸哦，哈。好，台湾。主要有两大个族群，一个咱分行啊是这个哥沙族，吼、哦，因本身即马伫中华民国系统内底有成立有14族，那么另外这个浅黄色的，拢伫沿海，拢伫较平平坦的地方的这些人，叫做平埔族，主要是这两族，那么平埔族原来有10族，哈、哦。那么哥沙，咱大家可能拢较知啊。那平埔族就足侪人唔知啊，吼。啊，咱来看，伊个族群分布伫啥物所在？好来，第一个，迄个克马兰族，宜兰这个克马兰族，哈、哦。那么台北地区，包括部分的桃园遮，有凯达格兰族，所以阿扁啊，当选刘鹏中华民国总统。有甲总统府头前迄个介寿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过、啊、来桃竹苗地区，叫一个道卡斯族啊。啊，中部遮就较侪族，叫三个族伫遮。有马布萨、帕普拉、帕寨，即、啊、三族都
台中啦、南投啦，哦，那么彰化啊，那么嘉义甲云林遮有一族叫做红安雅族啊，那么平埔族上大族的这族叫做西拉雅族，伫台南。那么台南这个西拉雅族各有两个支族哈，分布伫高屏地区。啊，一个马卡道族，那么一族我无写个，因为迄族差不多用灭去啊。就这个2009年8月8号莫拉克风灾哈，这个小林村灭村，迄族叫做大满族，完了西拉雅的支族，因为唯一有一部分跟西拉雅的通。那么马卡道族这族嘛真少人知影，所以定连这个图顶也无写。其实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了，伊为着纪念这个马卡道族，有伫这个纵贯铁路哈一边啊，有开一条新的路，甲合作马卡道路。啊，那么你要记马卡道路，我定用一个例讲，你甲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的爆死啊！这座你就应该记起来，或者马卡道主哈、哦，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哈、哦。我有一个翕相，因为今麦在做地下化，现在又做铁路地下化了以后，都看不到火车为啥经过啊？但我要皮肤个倒，加迄个铺上去哈、哦。啊，所以你要知影讲，你是对着宗族的哈、哦，你是高沙族的，还是平埔族？你若平埔族，你用这个哈、哦，咱的手你甲弯起来，啊，才有一条绳。哦，迄个平埔族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你的脚的尾尖头上细支，然后笔顺呢，哦，伊咪马卡道族。咱台湾的平埔族，85%的基因内底是，内底有高沙，吼、哦，啊有这个平埔族，啊有南岛语系，吼、哦，啊其他国外有啥物，有一出来荷兰人的啦，啊一出来日本人的基因，吼、哦，啊个中国那边来，吼、哦，足少。好，安尼，咱应该知影咱是啥物人啊？咱绝对唔是中国人，哈，因为你的血甲抽起，迄个验 DNA 85%是南岛语系的，哦，是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基因？啊，恁台迄认同迄，可能无到5%的，为中国来遐汉人的基因，哈，你未记讲85%占大多数啊？过来，咱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吼、哦，咱来探讨原因哈、哦。主要就是为这个，拄啊秘书长讲的哈、哦，咱是1946年1月12日需要用行政命令，吼、哦，把咱所有的台湾人拢变更国籍，变做中国人，好、哦啊，那么真正。那要讲变做中国人，就为这个啦哈。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在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一个台北合约。所以注意看，注意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哈。啊，所以。因无参加签署，那么伫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跟中华民国签台北合约。伊内底第十条讲吼，咱来看伊的内文。伊讲就本约来讲，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啊，这叫一个讲的台湾及澎湖居啊，你讲及前属哇，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哦，这讲的是做文言的吼，啊，其实你主要看这个，应该视为包括，就是讲
后壁只前属台湾籍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那讲视为其实真唔是啦。卖给我讲哦，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讲这句话无？伊讲这句话，伊心内是讲，恁本来唔是人，我甲你当作人来看，是安尼意思。所以啊，所以视为着咱本来唔是中国人，唔是中华民国的人，伊甲咱当作中国人。台湾籍澎湖居民及其伊个子孙后代拢拢被视为，哈、哦，啊，咱是为者，咱个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咱会摕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哦，迄身份证。过来，那么台湾人是安那无国籍，头拄仔是暂时，因为好管理个关系，所以摕着中华民国个国民呢。身份好，啊，那么现在咱台湾人无国籍，吼，啊，这就搁为遮来，来到1972年，换中迄、那个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头拄啊签迄个台北合约，是头的，好，好，啊，那么咱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头拄啊这个。在1952年，日本国家本来日本台湾人的国籍，因伫法，因的日本的法呢，吼，甲取消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吼、哦。啊，但是1972年，这个中日建交了，即马连中华民国迄个暂时摕到国籍也袂算，咱拢变无国籍，哈、哦。那么到底咱的潜在国籍伫倒位，啊，变哪恢复？啊，这德难得依照这个琉球法的模式，哈、啊，琉球当初由美国在1945年给占领了，1945年4月7日，那个尼米兹上将，海军上将，率领伊航空母舰的舰队，哈、啊，去攻打这个琉球，哦、啊，占领了，底下成立军政府，那么琉球人在战后嘛，佫继续由美国军政府咧。君主占领哈，那么琉球人若要登去日本的本土，都去四大岛，好无？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爱摕着美军所发的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出境。因为迄个琉球已经由美国君主占领，哦，因暂时爱摕美国的类似的 passport 哈，迄个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变作出境哦。好，伊已经唔是日本国嘅，哈。那么咱得爱依照琉球模式就讲，伫1969年是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迄阵日本已经工商啊较发达啦，已经有较有钱啊。伊讲啊，你美国我爱付你偌济代价，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美国甲开2亿3000万美金，啊，所以甲这条钱。交予美国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安尼克森政府就依照这個琉球返还协定，1972年5月15日，把琉球包括钓鱼台、就尖阁群岛，拢献予日本。哈，啊，琉球献予日本了，琉球人本来失去的这个日本国籍就恢复啊。那么咱台湾就是咱的日本母国的政府也未跟美国参详。讲爱去付偌济战争债代价，和美国较要行，甲台湾返还予日本，哦，咱都要依照这个模式，等于哈，咱等于咱主人的恢复日本国籍。Okay， 那么国籍各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欧美的国家吼，人家先进国家，伊拢用属地主义，就是只要。你伫这个国家的国土顶端，还是伊的飞机顶，还是伊的这个船顶所生的囡仔，拢将主人摕到当地国的国籍，吼、哦。所以你看，因中国人，那有心作个安尼，逃走去美国，啊伊啊，秘伫美国生落来，吼、哦，包括李青安，吼、哦，怀孕的时候专工走去美国。伊家囡仔生了，迄个囡仔自然就摕到美国的国籍。
啊，你属地主有一个好处，你伫迄个国家土地生出来了，你摕迄个国籍，你就会自然会爱迄个土地，爱迄个国家，你会去保护迄个土地，保护迄个国家的环境，吼、哦，袂去蓄意甲破坏。那么中国人也是东方受了汉人的文化思想教育，拢变属人主义。就是你无论刷去到底，移民去到底，伊拢有迄个父权的思想。哦，只要老爸是中国人，是华人，伊所生了无论伫底生，拢总叫做华人，所以伊袂融入当地社会。哦，伊若伫移民去迄个国家。有赚到钱，伊嘛要甲钱买个寄转来因个故乡，买起大厝，买光宗耀祖、光耀明媚哈、哦。啊，所以袂去回馈你伫迄个国家所赚钱迄个所在。啊，所以袂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当地人看他足受气。啊，你干那来阮遮赚阮个钱，啊，无要大家建设，哈、哦。啊，所以变成。人个国家拢会排华，就是这個原因吼。因为印尼嘛排华，啊，较早美国华人社区，美国人拢会排斥吼。迄、个 China Town， 哎 ，China Town 就是上泰国上垃圾、上未进步个所在吼。所以另外，旧金山也咧排华，印尼吼咧排华，马来西亚嘛咧排华吼。啊，迄就是因属人主义个败处吼。啊，咱即马过来看讲，到底咱的血统是啥物情形？哈，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听起来敢那，咱定听着嘛吼。有长山来的，查甫的，啊，因迄阵海禁吼，清朝的海禁嘛，吼，所以变成讲，那会走来台湾的，即遐汉人足少的。啊，因为要来过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乌水沟真危险，你若无身强体壮，真可能吼、哦，你敢若晕船，我着晕船昏死啊！啊，迄阵船细只，小可较大风，因规只船变过，拢爱死了呢，吼、哦！啊，所以基本上有来台湾的迄个时阵，差不多拢是偷渡的，吼、哦，啊，拢是可能伫。台清那边有作奸犯科的通缉犯，我开始走过来离开，因迄个国家啊，走来台湾。啊，因为查某的迄阵较弱嘛，吼、哦，所以查某足少来，所以若有走来到台湾这登山的这人，若要做这娶某，吼、哦，爱就地取材娶平埔族还是哥沙，吼、哦，所以有一句话他们讲，有登山来查某的阿公。无查某的阿妈，听起来敢那对啦。无你也想讲，啊，台湾阿公是拢死了的，吼、哦，对不对？尤其迄个时阵，咱台湾是母系社会呢，妈妈这边是较伟大，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天公地公，上大是母古公，吼、哦，就是讲妈妈这边的。小弟也是兄哥，查甫拢学做阿姑嘛吼。啊，若嫁娶阿姑爱坐大位啊，吼。啊，表示讲，这个母系社会，伊嘛是该爱尊重伊的兄哥啊小弟。那么母系社会是啥物原因？就是讲，女孩子掌管家庭的主要的权利，财经哈，钱拢伊咧拿个。啊！伊咧发号施令，哈、哦，所以咱有一句话讲“牵手”，有无？咱会误会讲是咱咧牵女孩子的手，叫做牵手。啊，这阮太太，这阮牵手，较早唔是呢？较早咧讲牵手是讲，这个母系社会，这个女孩子，看了，我、哦、这个查甫引导，体格够好，我应该会做到做工过来到做工过赚钱，哈、哦。伊去甲牵来，当来做翁，或者牵手，这是安尼呢？你莫搞清楚呢，搞不清楚呢。牵手是安尼呢？哦，所以
台较早有咧讲招翁对无？牵你的手，甲招你倒来做阮翁，叫做招翁对无？是安尼呢？啊，但是伊即马倒甲牵你倒来做翁吼，啊，试用看卖看好用无？啊，毋是讲试用，嘿，看有影真正介够做工过吼。那好就好呢，啊，那无好吼，隔工这个查某出去做工过吼，伊家己的物件看看嘞，包啊看看嘞，用草条卷卷家下到门口，人家翁那转来看了伊的家当用修理门口，他就知道他被修复了呢，嘿，伊就爱物件搬来爱走完嘞，是安尼嘞，吼，母系社会迄阵是安尼吼，啊，所以你讲，一个权力较大。诶，女孩子，伊敢会去牵一个罗汉卡？我现在讲因中国迄个大清来，因拢叫做罗汉卡，就乞丐意思啦。因都被通缉，还是啥物各种原因逃难，还是走路来台湾？因扛手来嘛，也无厝，所以因来拢爱去困地，困伫个庙宇，庙边拢有围足个罗汉，好无？困伫个罗汉个。卡，所以叫做罗汉卡。有听过这句话无？罗汉卡就是因居无定所，哦，四界流浪，好、哦、有工就做，做山工无工就做乞丐，往本呢，啊，暗时啊就来庙，迄、那个壁边吼，困伫个有围的罗汉的下卡，或者罗汉卡。啊，咱有权有势的女孩子，哎，看那个乞丐来当个做翁。啊，比如伊讲真正做引导，像金城武、刘德华，吼、哦，俺无会讲。反正这女孩子我也无欠钱，我跟她欠一个引导啊送嘞，吼、哦，喊那个做翁，试验看卖，唔是讲试验，看真正会做工过袂啦，吼、哦。好啊，所以咱安尼来了解，啊，因为你搁啊看哦，登山公来台湾，十个内底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峡。啊，剩咧四个来到台湾，三楼一回头，但是这三个楼落来，敢有影活下落来？咱来以武断写事件吼，就是1971年，日本的这个宫古岛的，因本来要去宫古岛，爱每一年拢爱朝贡，琉球遐朝贡，但是拄着风台，发生船难啊，漂流来到这个。恒春东平这个满洲的外海，哈、哦，结果因登陆起来，去到这个南排湾族，哈、哦，高佛寺社，甲台甲剩十二个，哦，啊，伊十二个去到这个汉，迄、那个客家这汉人，哈、哦，甲保护来到凤山府城，迄、那个凤山关户，迄、那个。管辖了，甲各个上等的，迄个琉球，吼啊！这个日本的外交部门，就向这个大清抗议，讲是安怎？恁大清的居民，台西湾的琉球的人民，大清甲讲，哦，迄是化外之地，非我所管辖，吼、哦！化外之地，唔是一贯的按标准讲，迄唔是大清的属地嘛，吼、哦！那么日本政府就讲好，安尼我要起兵，要甲修理吼，要甲惩罚吼，或者惩罚这个行动了。啊，所以伫1875年，迄阵日本拄啊明治维新无偌久，啊有去德国学一挂陆军作战的这个战术，啊找无所在通用兵试看卖，所以得迄个西乡重道吼。哦率兵3600个，就为这个恒春下寮哈，为啊登陆起来，啊去攻打这个牡丹社，伫这个石门谷战场发生一个较大的战役哈。啊，因为因是正规军，那么咱的南排湾族应该有弓箭啦、长矛啦哈，啊个单发的这个猎枪，当然到尾也怕输，但是日本敢那剑士。差不多五六十名，但是结果判赔死的有差不多650个，
什么原因也判袂？因为日本人因住的所在拢寒带的所在，因唔知影讲咱台湾迄阵张力之气真重，吼、哦，啊因足侪对这病虫害无抗体，所以干那迄个蠓仔叮着登革热，啊着蠓仔干那迄个蠓仔叮着叮死啊，啊迄个蛇咬咬死，啊来只水土不服落屎，吼、哦，落屎脱水就死啊，啊所以。正式的无超过50个，啊，破病死的啊650个，所以算存在，或者产生，啊，所以有那关于想讲要撤兵，但是拄啊，迄个有这个王大清吼，大清尾啊发现讲唔对呢，安尼会发生国际事件啊，安尼对大清来算袂好，所以因个开50万两银赔予日本军。啊，西昌冲到较准，甲伊个部队趁有遮钱吼，第有长番行动啊，算会当结束啊，吼，啊较准撤兵。OK， 啊，所以你看，这三个留落来，中国人来台湾无迄个抗体啦，吼。那么咱台湾原住民伫迄个环境，若无抗体，拢好定着死啊，该死拢死啊。啊，有抗体，拢会着先拖落来，即个囡仔拢有抗体。日本人唔捌去予咱台湾蠓仔定死。啊，中国人、大清人来，即三个楼嘛是许蠓仔定到看，剩一个看会活落来袂。所以大清遐个汉人，讲要带台湾留活着基因足少个哈。啊，即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爱讲较紧个。啊，咱以前阿公个窗外是安怎？因大清来，莫讲大清为。地仙公来，咱就开始拢学因的官方语言。地仙公来，陈永华伊的军书，就是拢因地仙公遐部队拢差不多闽南地区遐人来，所以因来拢讲闽南话。所以来占台湾了，闽南话变作官话，啊，所以咱拢会去学因的语言，包括你即马咱遮少年呢，哦，较早呐50年代拢哈美，读台大，台大。来台大，去美国，伊遐留学读册拢调入美国，大家不爱回来，因为美国自由个环境吼。啊，最近吼，啊，头仔正十年前拢哈韩剧、嘛日剧吼，啊，拢爱买日本个音响，好无？迄个 Walkman 迄类个吼，卡美拉。啊，即马咧销韩国，哦，即马韩剧销个，啊，三种个手机啊，吼，啊，现代汽车，好无？那么大清将咱台湾人闽南话，这个闽南话就是讲，哎，咱来学因大清派来这些官话哈、语文哈，闽南话也是广东，有些因派来为沿海广东遐派来哈，就讲客家话，佮树咱台湾人树官树神，佮树族谱，所以像我的名，我姓潘，我定讲我三点水一个番嘛。啊！大清的帝国的，迄个官员来视察台湾啊，来到国民地区，咧问伊的父母官当地洪山富城，讲啊，这些人拢姓啥？人家讲无啦，这无姓，阮这祖先无姓。啊，因为阮的祖先开住伫水边，有溪流的所在，你要洗物件、洗身躯较方便。哦，啊，大清这个官员算有学问，哦，安尼甲四姓，因住伫水边的番，或者潘。我先判就安尼来，啊，这有学问啦，有水，啊，你看下口有一个田，啊，有田口有倒布条啊，吼，顶缘佫有一个米，啊，顶缘一片飘飘的台湾人，哦，这我先判安尼来吼，啊，书官就是讲，你若会晓因的语文，因为咱较早平埔族，咱每一族语文拢无同嘛。啊，所以需要翻译官。吼，啊，你若也要台清的闽南话啦，还是台清的客家话，你会当做翻译官，伊就助理官。吼，啊，互你较好个待遇，就拄啊像日本人来统治台湾，你若要讲日语的吼，恁家拢讲日语的叫做国语家庭。吼，可能渐渐的时阵配给，你的配给比咱较济较好。吼 ，OK。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哦，就是叫咱
爱学穿因的迄个和服啊，吼、哦、啊穿目镜有无？我最近我爱有穿目镜嘞呢，哦，迄走路结结酷酷吼，有穿过目镜个手我看卖，好、哦、应该我那算要够三分之以上啦哈、哦。好，啊过来就是讲爱学因的日语，哈、哦，学食沙子面，哈、哦，学讲日语啊，学食沙子面了，你自然你会进化变愈来愈像日本的生活方式哈、哦。所以咱是正港的台湾人，咱唔是中国人，哈、哦。好，那么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咱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我较用原住民哈，唔、哦、是原住民，我们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哈、哦。好，啊，咱来看讲。在战败国，哈、哦，像荷兰，荷兰迄个郑成功拍败了，荷兰人两千几个，迄阵伫热遮兰城两千几人呢，隆重撤退、哦，所以留落来荷兰军真少。过来话郑氏王朝，因为施琅叛变，哦，叛变了，郑氏王朝向台西，台西台北市的走入去深山，啊，剩的俘虏掠开，大清拢甲全部遣送回大清帝国。因为伊不爱留在遮，万一佫作乱，好无？佫生团，佫跟平埔族合作来反清复明，所以拢在大清帝国拢甲迁转。那么大清帝国伫甲午战争，迄个日本打败了，签《马关条约》，甲台湾割让出去了。大清帝国人，日本伫这个《马关条约》内底有甲限两年的时间，恁难。这两年，我管了你，感觉不欢喜，你会再变卖你所有的家产、田地，你会当刷登恁大清，还是去其他国家？但是两年满，你无走，就是我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给你管理，哈、哦。所以大清嘛，拢差不多大部分拢走，哈、哦。好，啊、那么过来话，大日本帝国来台湾50年，那么1945年战败了。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来了，嘛是甲大日本帝国迄阵1945年，日本派伫台湾的这个军公教人员差不多30万人，佮甲这30万人嘛是拢用船拢总甲载登去日本的迄四大岛，吼、哦、啊，所以你甲看，即外国人拢来台湾了无偌久，吼、哦，都拢佮前种的。迄阵大清来台湾的官员吼，有限制讲，你袂使带带家眷来，而且来台湾干了两三年，你得爱阁轮调转的，换阁派新的来，袂定互你一直住遮，你住遮你会做遮的土皇帝，吼、哦。所以因大清的人来台湾，三年官，两年满，迄两年的官印搜刮贪污歪哥。两年就落地啊，满，所以号做三年官，两年满，两年底满就等讲看当时准期来方便就要转去，要转去台清吼、哦。啊，所以安尼，所以咱有85%以上的是高沙族加平埔族的血统。啊，你呐要阁详细较了解，你能开到10万块，吼、哦。台北马偕医院的林玛丽教授，伊专门咧研究咱本土台湾人的基因呢，你。可以抽血验，还是用口迄、那个唾液，可以用电脑去找迄个程式吼，你的基因，你啥话占几趴，啥话占几趴。我、哦、咱有一个台南的一个历史学者教授，叫做李晓峰，伊细汉拢讲乌印度啊，哦，伊这么足奇怪，啊，所以到有前几年有，知影林玛丽有咧验 DNA， 哦，伊就去验，结果确实。伊血内底有印度的基因，啊，伊就去调查，结果就是因的阿嬷的阿嬷叫做祖嬷哟。有人迄卡只片有写林祖嬷台湾人有无？伊就去查到荷兰时代，啊，原来荷兰咧管台湾的时，为着要带台湾种甘蔗、生产蔗糖。迄阵蔗糖吼是高奢侈品吼，价钱足好。
啊，所以需要一寡牛来到犁这个甘蔗沟，啊，所以为印度引进黄牛，就是赤牛来台湾，啊，这赤牛因路船啊站来，爱有人饲啊，有人管理啊，啊，来到台湾，佫继续饲好生团，好生牛仔仔，啊，迄个印度人是安尼来到台南，啊，就是因阿嬷的祖妈吼，去搞到这个印度人。生下来后代，我生到，所以伊说啊，你讲问小我求求，拢叫奥运多啊，吼、哦，原来是安尼，吼、哦，好好。那么日本时代是安怎？迄、那个户口填本电源有足济拢安尼，直乌乌。伊咱来了解一下哈，伊话即种个做安尼乌乌。这其实日本人吼。大清来台湾，甲咱管212年吼，无甲咱做户口制度、户口填本。那么日本人来了，伊为了要管好好啊，真正较科学性个管台湾，伊也知影到底台湾有偌济人，啊，拢啥物种族，拢讲啥物话语，吼，伊就做户口的调查。啊，因日本人做代志足顶真，吼，真正一步一卡因。袂偷工减料，所以拢有登记了，总足清楚的，而且拢用毛笔写哦哈。其实这内底就是拢藏着咱的身份，但是中国人来了，吼、哦，赶紧把这拢都糊掉。伊是哪要糊掉？伊就是惊咱知影真相。这内底就是介只，伊顶管吼，你呐，日本人来调查讲，哎，啊你拢讲啥物话？哦，你拢讲闽南话。伊会甲你写一个福，福建的福，哈、哦。啊，你若拢讲客家话，伊甲你写广，吼、哦，广东的广。啊，你莫认为讲写福写广，哦，你是中国人，恁大清迄阵就来，错误哈。大清来212年，那么地清公，吼、哦，马来差不多30年，几年我袂记啊，哈、哦，迄伤久啊，我记袂开。那么你甲想，大清的陈永华来，拢官话是闽南话，吼、哦，到大清嘛是拢沿海来，福建沿海来，拢是闽南较济。所谓闽南就讲福建简称闽，啊，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就是漳州、泉州、厦门，这拢讲闽南话嘛，吼、哦，只是腔调有些不一样，吼、哦，比如像我去厦门。啊！即马我伫较增加，我讲我要去厦，伊问我讲要去对，我讲要去厦门。哦，你要去厦门哦？因是有位厦门，哈、哦。好，那么过来有诶，甲你啊，你若甲你问讲，调查讲日本人来调查，恁福建话袂晓讲哈，闽南话袂晓讲，客家话袂晓讲，你还阁会晓讲，你原地。歌刷迄集戏作个，伊会甲你写生番。啊，你呐沿海吼，边较边地遮，你呐还阁个讲你个主语，伊甲你写熟番。吼、哦，啊，咱从旧番阁分青甲色个，吼、哦，生番甲熟番。吼、哦，歌刷号做生番，边地号做熟番。伊即个甲你做这个，不要你知影你个身份，因为你呐知影你个身份，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咱拢犹阁是本土台湾的原住民，啊，你若原住，知影讲你是遮个原住民，咱是主人呢，那会你好？中国来啊，你甲咱管，你的反抗的心会足强的，事事项啊拢不爱甲伊配合，吼、哦，所以就是不爱咱知影，甲你准甲你做乌乌，哈、哦，好，好的。刚刚头两个月前，啊，对，头两个月前，台南哈、哦、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所的南市府哈、哦，市内政府管太多，好、哦，日治时期的所番，因即摆咧，这个台南市咧恢复希拉雅族为原住民的这个活动，台南市伊家己已经议会通过法案，承认。台南县市的这些人，拢大部分拢是希拉雅族的
原住民，但是内政部还不承认，哦，啊，所以即马连内政部开始要讲，搁咧惊哦，惊这个左翼这个胡台湾人知影，所以咧要甲涂销，好，左翼一直平埔族了，好，但伊只无写到生番哈，因为迄种大部拢是平埔族的哈，好，啊，这先大家安尼吼，好。那么咱的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啊，咱来探讨一下。咱拢甲错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真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甲咱教教讲，拢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安尼。吼、哦，啊，定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我定咧思考讲，嘿啊，即句话变哪来讲讲开清楚？我拢甲讲啊无。啊，咱安尼讲啊，我是人，嘛是狗，吼、哦，讲哎呦，安尼敢那怪怪吼，伊、哦、就知影讲安尼唔对啊。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吼、哦，咱唔是中国人，因为咱迄边来的基因足少的哈、哦。好，啊，咱搁以当年2008年来台湾做一个，迄个时阵，拄啊迈去选到总统迄年哈，敢、哦、那十月的时阵，陈立人来台湾。哦，啊！迄阵马英九就规定讲，为桃园机场来到台北市，拢袂使有出现中华民国这车辆机啊。哦，所以拢叫中华民国警察去四沿路咧巡逻，然后看到中华民国车辆机，拢甲收来没收，有诶甚至甲抢、甲民众抢来甲压落灯，搁等是本土人。啊，咱诶戆台湾人吼、哦，尤其日军诶吼，竟然无。对人讲收车辆机，完了对咧阿当全部喷出来，佮摕中华民国旗啊，伫遐咧点捍卫中华民国。嘿，人中国人都不爱，吼，马英九遮中国人因都不爱啊。啊，顶到台湾人去咧，揪迄个中华民国车辆机咧，甲不那个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啊，另外顶到五星旗伫台北市咧游行。中华民国佫派警察佮鼓励，今日军呢去佮抢机啊，落来佮放火烧，也是佮夹破、佮挂破，吼、哦，因为这是马英九的头家的机啊，吼、哦。好，啊，佮来咱2012年伦敦的奥运会，吼、哦，伊这个所在，伦敦奥运的伦敦市本来就有挂车辆机，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吼、哦。伦敦奥运阵，赶紧把这机啊拢收起来。这台湾人、戆台湾人，搁去遐咧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旗，哇！哈、哦，这就是国家认同错误。哈、哦，啊，搁像这三太子嘛，伫伦敦的奥运会咧发旗啊，向前冲，讲号做代表爱台湾，这嘛爱错了。哈、哦，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哈、哦，所以这个旗啊唔是咱的国旗。啊、三太子是做有台湾味的吼、哦，结果原来伊也利用政治利用吼、哦。OK， 好、啊。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啊，来咱拄啊秘书长有讲的哈，伫、哦、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你看这有食得无？这就是。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为着要选举，为着要求中间选民的票出卖台湾，而且阿扁啊，伊本身学法律的，竟然唔知影这代志的严重性。人李登辉，伊读农经的，唔是读法律的，伊就会晓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即讲中华民国爱伫中华民国，因为中国大陆伫南京，那么是安怎？李登辉也讲，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招来伫台湾，表示伊是为外靠招来台湾，迄、那个流亡的遗迹味道要看得到，这毋是呢？你讲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这连卖都无卖，直接用上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哈、哦！你看这有严重无？
过来，蔡英文伊前个民进党主席，伊咧伫2011年伊咧选中华民国联邦总统咧竞选的中间，伫高雄市，吼2011年的10月11日，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咧发表演讲，是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李登辉佫甲中华民国讲是外来政权，即马蔡英文，迄是民进党的头呢，党魁呢，竟然讲安尼，啊，这赶快嘛用送的，连卖都没卖，直接用送的。哦，你看民进党和咱台湾人只要够失望哈。好，那么咱来改正咱的错误的一挂言辞，一挂咧哈，即咱。拢朗朗上口，讲了足惯势。好，那么咱爱来改进啦，哈。来第，讲外省人，好，口口声声啦。中国人拢甲讲外省人，哈。啊，这正刚爱讲安怎？中国人嘛，哈，对。啊，但是咱已经讲了惯势啊，拢讲讲外省。其实你若讲外省，啊，咱就是本省，啊，咱就是人的一省，哇，都用包伫内底啊。所以莫讲外省人，过来，咱是毋是定系讲全省？哦，全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广播电台咱定听到，有无？全省哈，全省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好，爱讲啥？来怎样讲者？全国爱对，无唔对，嘛听个向我讲对咧，其实嘛唔对。台湾都唔是国家，吼、哦！这美国甲咱讲的，啊，咱各方占领，爱讲全台湾呐，好、哦，爱讲全台湾，因为台湾也唔是国家，吼、哦。过来，大陆，咱来改讲啥？咱讲大陆讲了足惯势，啊，我顶个月拄好去大陆佚佗转来，啊，嘿，对啦。讲中国台湾，唔好阁讲中国大陆。其实你若讲讲大陆吼，讲啊，我去大陆佚佗，你若甲外国人讲，伊会怀疑呢，伊会想足久个。嗯，到底你是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啊，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美国人、外国人讲，哎、欸，你。这六个你唔来去对一个吼，也会议吼，所以你爱讲是中国的话，嘛免讲大陆，因为大陆不是中国的，整个亚洲大陆不是中国的，好，整个北美洲大陆嘛唔是美国的，你莫讲美国大陆，人会会，哦，你就讲北美洲大陆，好，你看巴西嘛足大国个呢，你敢会当讲巴西大陆，人拢嘛讲。巴西呢，无咧讲巴西大陆，巴西不能代表南美洲大陆哈、哦，啊，中国大陆也不可以代表亚洲哈，好、哦，所以讲中国，后来过来，兴德爱讲啥？国道，台湾唔是国，所以袂使讲国道。啊，是来讲，台青是有够闹鬼，台青吼。管台湾212年，无在条位，北部家人开一条公路，开到恒春，是日本人吼、哦、来台湾，差不多10年后，至15年，就甲台湾这条路开通，叫做啥物路？嘿，中冠线，也是讲台一线，台湾第一条位南。北到南的纵贯线，哈、哦，所以讲台线，哈、哦，莫去讲省道，因为无改省，你是台线电源咧开车吼、哦，你若无加油，原来袂走。比如讲，你着加水会走，安尼我着，你讲要讲省道，安尼我着无会讲，哈、哦，同款爱加油才会走。好嘞，过来，偷渡客，爱改什么？有人知影要改啥无？非法移民，哦、可以的，吼、哦。
啊，较简单诶吼，就改改自治区啊，合作偷渡犯，对不？因为你偷渡去人诶国家内底，就是侵犯吼，违反那个人诶移民署诶法规嘛吼。所以有这个犯罪行为，犯罪行为都爱加合作偷渡犯。啊，不，你老公现在也用这偷渡客，就是。中国人伫台湾执政，啊，因走落来台湾，啊，因的亲戚吼，因共国的，往那偷渡来台湾，伊又掠到，啊，即阮故乡的，即人客，所以应该号做偷渡客，因因共国的，哦，所以迄阵做滴，哦，然后二十几年前，台湾钱因卡巴，因拢为福建的外海有一个大岛叫做平潭岛，为啊坐渔船啊来到新竹。沿海，哦，偷渡起来，啊，是去到屏东的东港那边放了，为啊偷渡起来，互抓到，拢讲啊，这偷渡客，啊，那偷渡客这个那会成立吼，安尼那小偷来咱兜偷摕物件，许个咱拄到，啊，咱来甲拍招，哎，小偷客你来哦，哦，安尼，所以迄是刑事犯，哈、哦、，OK， 好，简单讲到这。过来，那为中国来的拢唔是啥物好东西啦。好嘅物件吼，咱袂用东西较好。因为哪咧讲，恁闽人，你是什么东西啊？表示歹吼。啊，你去注意个看，你呐从纬度来看，平行的纬度哈。你要做生意，你比如咱台湾，吼、哦，好，比如糖、品着叫出产柑仔，你若甲柑仔运去中国福建卖，你卖无钱，伊遐嘛有出柑仔。但是你若甲，比如香蕉，吼、哦，同款香蕉你甲运去福建卖，嘛卖无钱，伊遐嘛有香蕉。但是你注意甲看，你若甲咱台湾的香蕉甲往北卖，卖予日本，哦，价钱有够好个。我记我差不多四十年前第一次去日本，有朋友带去日本的因个厝里，吼、哦，日本人安那讲起安那做生意的，甲因上贵的水果摕出来请我，结果请我食啥？食金蕉，吼、哦，咱台湾我咧食金蕉拢食较饱，结果去到遐，三十五年至四十年前，伊会甲金蕉当作烟钱切片，用签啊吐一片一片。像咧吃烟钱安尼，看着爱笑。好、哦，所以你看，咱咧讲过年过节爱去买南北货，吼、哦，就是南北货较有钱赚，较有价值嘛，吼、哦，价钱当卖较好。无人咧卖东西货，你敢捌看到人咧卖东西货会赚钱困难，吼、哦。所以来咱来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寒流又要来，哦，像即个来。嘛是寒噶吼，尤其咱迄阵三年外前第一季六度哦，真正有寒。过来沙尘暴，哦，即拢嘛中国遐来吼、哦。啊，即摆最近较流行个，开始搁加出一个雾霾，吼、哦。啊，即雾霾就是因中国吼，因个工业发展吼，啊对即个空气污染个管制做歹吼。哦啊，这雾霾吼，内底足侪有毒的化学物品，所以即卖因北京吼，遐外国人、上海遮外国人吼，惊个拢利用较侪钱要甲留落来，可能遮外国的遮高级干部吼，可能拢要走啊哈。过来，郑成功，伊来台湾，他成功，我们就是失败。啥物关系？平平伫荷兰人伫1624年来占安平港，吼、哦，起热遮拦城，吼、哦，伫咧台湾。共迄个年，迄年荷兰人嘛去占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吼、哦。啊，你看，若卖郑成功来吼、哦，咱即满来看，可能像纽约安尼遐繁华，吼、哦，变世界上大个都市。
结果咱的安平港敢若发展到像即摆安尼台南市的规模呢？好，较早还阁讲府城是台湾的第一大都市，结果荷兰人走了，郑成功也走了，台清无好啊，治理台湾，哦，台湾都一直没落，一直输人荷兰的阿姆斯迄、那个新时阵，或者成纽约或者新阿姆斯特丹，哈、哦，结果人即马变，甲变两千万的大都市，哈、哦，好，所以我定个讲，郑成功、余成功，咱失败。那么台清来台湾，吼、哦，伫哩212年，吼、哦，连户政户口名簿也无做，吼、哦，啊，连台线也做袂起来，吼、哦。迄阵台湾是分做几啊站，只要若有大溪流有遐过，哦，差不多两岸的，差不多语言差不多无共款啦，吼、哦。啊，你讲像大安溪啦、罗水溪，吼、哦，啊，高平溪，吼、哦，这都。拢无在条较大个河流都未通啊啦哈，都也无要做桥做过哈，所以足两公个啊，连人日本人来都铁路也为北做较南哈。好，啊，中华民国在台湾，我拢开个讲，中华民国海台湾呐，即个个爱改做海啦，真正海咱足凄惨个哈。二八事件吼，甲咱甲要3万人的精英拢杀掉的，这对人类来讲是足大的损失啦吼。这3万几个，这就有可能会出到一寡有诺贝尔奖的吼，会发明一寡造福人群的这物件吼。过来吼，这条臭石头啊，台湾人吼，这老一辈有咧讲，台湾吼。甘愿来新两粒原子弹，嘛不爱新着这粒臭石头。人个原子弹建立广岛、长崎30年后，哦，就差不多重建拢好啊，吼、哦。啊，这粒臭石头啊，吼，我看伊个祸害，过100年可能要被消灭，吼、哦。啊，所以这为中国来，这拢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吼、哦。Okay. 好，那么咱过来分听讲。现在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吼、哦，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啊、哦，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这个怪怪的哈、哦，境外的国内，因为美国人要来台湾嘛，就爱摕伊个美国护照才会当入来。但是伊阁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咧管台湾，哦，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参众议院割票，哦，通过的法案，哦，啊来咧管台湾，哈、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即嘛是台湾治理当局，台湾关系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咧代理美国甲咱管，哈、哦，好，那么这国家有认定的标准。是不是国家有这四项，咱来来个探讨。如果台湾若是一个国家吼，要爱有这四项：领土、人口、政府、甲外交权。好，啊，台湾国有无？来看，台湾国有台湾片有领土无？歹势，这块领土是大日本的帝国的天皇的。啊，台湾国有人口无？歹势，你即马提拢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身份证，哈、哦，啊，日本国籍嘛，迄种取消的，哈、哦，所以台湾国也无人口嘛，哈、哦啊。那么，你讲有啦，讲怎么政府呢？怎么来甲咱管的？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台湾国的政府，哈、哦。所以你即马有去投票参选的，去讲投票，迄是咧选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唔是台湾人的总统。就一人拢误会讲。李登辉去咧做总统，哦，即咱台湾人的总统，台湾国的总统，啊，即阿扁也去咧，拢会误会讲，啊，即咱台湾国的总统，错过哈。讲、哦、有啦，阮有外交权的，阮有交23个小朋友的国家，哦，差不多3个月前去碰见一个，叫做甘比亚哈，歹、哦、势，你若甲因的建交公报提出来看，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参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去跟人签的，哈、哦，
所以台湾国即世人拢无，所以台湾毋是国家，哈、哦。啊，这就是安怎讲，咱要加入联合国巴多地位，哈、哦。好，后来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吼？安尼若拜佛祖的拢印度人，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吼、哦！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哪这会通？安尼新加坡嘛用汉字，日本嘛用有汉字，安尼日本人哦，那中国人哦。啊，韩国。早期嘛有用汉字，吼、哦，因个首都较早叫做汉城，哦，所以这逻辑袂通啦，吼、哦。OK， 啊，那安尼啦，讲英语个拢英国人，安尼菲律宾嘛用英语呢？菲律宾跟美国人唔是啊，吼、哦。好，啊是安怎？咱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吼、哦，啊，咱以日本琉球做例，吼、哦，当初麦克阿瑟。不是办个啥？尼米兹上将去攻打琉球了，哦，因为占领了，你嘛是爱独立嘛哈，所以因有成立海军军政府了，甲海军军政府交接予陆军军政府，好、哦、啊了，也甲佫成立这个琉球民政府，好、哦、来管琉球啊，因为日本人讲日语，好、哦、啊，美国人讲英语。啊，开车，美国人的韩道路，跟咱今麦同款倒边，日本人的韩道路是右边，好、哦，你佫包括咱今麦代替，伊咧开，代替咧开是左去右回，有无？北上的是左去，啊，右边回来，哦，啊，日本的路道路嘛是啊，左边去右边回来，啊，美国人唔是，跟咱美国人是右边去左边回来，啊，你佫重新咧高铁。好、哦，五六当年起好个高铁，嘛是照日本的标准左去右回。啊，所以这开车的时候，不是会烧龙，啊龙落来火，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日语就袂通了吼、哦。啊，所以就爱有一个琉球民政府，伊下骹有行政、立法、司法，好、哦、有行政单位，好、哦、有建设，好、哦、有当地人会出来处理哈、哦。啊，所以同款，好、哦、咱嘛是爱伫。国际战争法下骹吼，一定爱成立，比占领以后拢一定爱成立一个民政府，哦、啊，所以这是咱成立民政府的一个理由啦，吼、哦，为着要管理当地等于战地政务啦，吼、哦，所以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吼、哦，来管咱本土台湾人。好，按2000年这个抗美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哦。这伫2006年十月提出告诉了，一直到中间的一挂迄个文书的攻防了。伫2008年3月18日，伫美国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哦，而且照讲，迄个时阵判决吼，台湾人爱足大的矜持，吼、哦，应该爱请来。结果国民党作后封锁媒体，哈、哦，所以99%到99%的台湾人唔知啊。这 The People of Taiwan 哈、哦，就有本土台湾人的定义了哈、哦。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到访迄天，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因为迄个到访迄个时间点。外国的军队、外国人拢爱袂入来，所以迄个台湾足单纯，拢总叫做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哦，包括伊的后裔，哦，拢会当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因为典范伊干呐会当判呢呢，伊的权力有限，讲咱阁会当上诉，所以咱阁甲上诉到最迄个联邦的高等法院。结果伫2009年4月7日，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还阁生活伫政治链里当中。好、哦，你即卖这个政，目前即卖这个政府，好、哦，唔是咱的政府哈、哦。台湾人生活在政治链里当中，即句话有个人
不认同。嗯，那有，我感觉足好个呢。我有厝，有车，吼、哦。那么，你若用欧美个标准来看台湾，就足像咱即马咧看北韩。啊，你若另外像阿扁也讲个，我关伫敢若1.38平较细间。啊，即恁即咱即马伫外口遮，咱是关伫较大间，吼、哦。咱要关伫台湾，吼、哦。那么。即政治能力就是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语言，你想要讲一寡真话，你会惊，嗯，即句话讲出来，唔知要掠去未？有迄个小警钟，还佫伫你的心啦。哦，这就是一个政治能力的象征啦，哈。好，那么咱佫伫2009年7月7日，咱上诉去联邦的最高法院，伊佮咱受理本案哦。其实，伫咱伫个联邦个地方法院，美国甲咱受惊吼。咱林志祥秘书长就甲咱讲：“哎，咱赢一半。”伊讲安怎？咱告着人，你若告唔着人吼，告唔着国家吼，伊袂甲你受惊。伊肯甲咱受惊，代表啥？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治理权啊！吼。有司法管辖权，那么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差不多都有了、哦、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咱的胜算就足悬的、哦，所以咱一直过关斩将，一直过来到最高法院哈、哦，啊，这是第二次世界战争头一届，台湾人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甲美国宪法来提出告诉。这个美国的那个国务院哈，也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啊，伫这个背后一人来放弃抗辩权，这表示讲美国法律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甲法律见解，拢总正确。各部门拢总确认，好。所以结果，伫10月7日，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啊，就是讲美国政府还袂行政部门还袂准备好，啊，咱台湾民政府嘛还袂成立，还袂准备，讲要训练4000个嘛拢还袂准备好，所以搁置本案待审，就是讲要等双方拢准备好啊。伊较要阁甲这个案提出来审哈，好，伊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哈64年的诸多刑事无必要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爱依法正确行事，爱照旧金山和平条的规定，哦，爱回到历史的原点，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的，哦，你美军爱直接亲自占领台湾，唔是委托。中华民国迄三流个国家来占领台湾，哈、哦 okay. ，所以经过协商，哈、哦，台湾民政府伫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挂牌运作，这就是2010年7月7日伫遐挂牌运作。啊，你甲注意看，7月7日，这个日期，美国个国庆日是7月7日，哈、哦，啊，1946年菲律宾伫美国个。到三天之下，美国和因独立建国嘛是7月7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7月7日，哦，这真有意涵哈。过、哦、来，伫2010年9月7日，哦，双方协商了，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四季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啊，美国国务院啊、司法院啊、哈、哦、啊、国安部拢有派人来到场祝贺。啊，这就是伊迄阵的相片。这世纪大饭店是足有历史性。美国建国，因也有一挂政府的重大的记者会，拢会伫这个所在来新闻发布会哈。也毋是讲你凊彩会当去遐办酒会啊，你若无美国的。这个部门给你安排，你无多多办哈。
好，过来咱伫2001年的1月25，咱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上去由台湾参议院及美国哈一个报备，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你要发证件，你一定要有法源哈。啊，咱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哈，就是依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依法发证哈。好，其实咱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经送去美国审核的时，咱送三遍才通过。第一遍送去无一礼拜就要退件，哦，咱有一挂爱搁修正的，搁修改，搁送。上三遍才通过哈。好，咱拄仔咧讲，比如你有讲，咱伫2011年，咱有组织150个台湾民政委来个的官员，去日本的靖国东京这靖国神社去祭拜39,100名的台湾英灵，哈，举行慰灵祭哈。这咱头一届去，好，咱去要用政府的规格，哈，甲咱接待。一般日本人伫这靖国神社外口遮，啊，拍两个波，行一个礼，就算祭拜完成。咱是要请你要到这个中殿，吼，伊啊，咱的高沙原住民，因为伊39,100个大部分拢是高沙族，迄阵替日本天皇建祠的，吼，所以伊伫遐跳箭步，伊啊甲念祭文，吼，哥你要到上内底内殿。去甲因祭拜哈，啊，这是会当甲你要到上内底，迄得爱因日本内阁的成员开定哈。OK， 好，啊，过来，咱伫2010年12月23，迄天是日本天皇的迄个圣诞日哈，啊，所以咱要甲祝寿伊的圣诞。这是皇居历史上头一届，当时出现日本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好，你看。这破天荒的哦，几啊百年来，要去日本天皇甲祝贺，干那这个日丸旗会当入面呢？但是咱迄届头一届，日本的皇居出现，然后咱的民政府旗哈，不然咱连续3年拢有去哈。那么头拄啊，这个讲无完的讲，实际上迄个日本的英灵也系伫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就代表讲。咱台湾，要阁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并无割让出去，并无独立出去。咱台湾啊，如果是独立一个国家，咱就爱甲迄39,100个日本替日本天皇建祠的英灵爱请倒来，结果无请倒来，要留伫遐，表示咱要阁跟日本母国要连结做伙哈。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变怎？好，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好，那照去年的资料是讲，应该今年4月份要裁撤，改做指挥部。那么，即卖21,500的兵力，到尾啊，要增减到剩12,000人。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要。撤退去金门，还是马祖，还是去福建的平潭岛啊？那么这个就是讲，2011年的10月30日，啊，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航线首航，航程干那3点钟呢？啊，这就是首航典礼讲哈。啊，过来，换海峡号伫看台北港哈，嘛，是首航，啊，这个较近，哦，为台北北里哈。台北港，那么这只船啊吼，一定载760个旅客，240台车辆。去年预计运量是爱180,000人次，爱因你都报是跟你讲的。台北港虽然较慢通航，但是以后载运量会较比台中港较济，啥物原因？因为台北管区人讲中国城，中国人上济，所以为台北港。若要回归，以后要撤退去中国，还是金门、马祖、台北港的人运量会较大哈。好，过来先来讲，美国讲
台独代表战争，咱过去听了这句话拢哦，阿强阿要甲咱拍，唔对哈，歹势，是美国要甲咱拍哦，你来看，这个是美国前国务卿，叫做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哈、哦，好、哦，伊2008年讲的，伊讲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啊！伫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内底，美中听证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这做一个美国副国务卿啊，这是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直率，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哈、哦，啊，伊讲，这是因为。好，我来把话讲较白，独立就是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舰队，这四大军种爱来台湾，爱来打台湾，哦，因为我听讲台湾有两个头家，一个是苏宽政的人，日本天皇，那么因为战书。伊甲这所有权证抵押伫美国个手里，因为当初日本甲美国个航空母舰用神龙特工对甲拍沉，忽然间共拍载落来，美军死伤真济，啊！你即个战争债你无赔，所以台湾等于暂时抵押伫日本个，不抵押伫美国个手里。但你得注意哦，这所有权证、所有权等于这。主管暂时登伫美国手里握有，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哦，你听清楚，只是抵押品，不是你的咯。哈、哦，你若摕钱来行李，你这做款能爱行人哦。哈、哦，我顶下在咧讲，啊，咱看咧路人，咱咧男女情侣安尼手牵手握有，不代表拥有，人不一定要给你呢。人嘛不一定要甲你娶呢，吼、哦，或者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好。啊，像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嘿，奇怪呢。啊，美国你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啊，恁家己咧办选举，内底嘛参足个公道的项目，你予人民咧公道。啊，阮台湾要公道来袂使，哦。现在美国足惊，美国，你若讲阿扁啊，讲要公道，美国是出咧等。好，啊，这啥物原因袂使公道？就是讲，咱这土地顶管有带着两种无同款的人伫顶管。好，唔是讲分，讲你是黄种的，啊我白种的，啊你黑人我白人，唔是。台湾足简单分。你敢若甲分讲两种人，第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高山族，包括平埔族；另外一种人叫做外国人，安尼就做个分呢。中国到咱来台湾呢，走路来台湾呢，迄种外国人，因叫做中国人，哦，所以真好分。你着甲啊，这两种人有中国人甲台湾伫大智慧，啊咧办选举，啊咧办公道。啊，是谁说了算？是本土台湾人说了算，还是中国人说了才算？所以美国真惊啊！尤其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教68年，2300万内底，你甲扣掉讲啊，300万人是中国人，剩的2000占多数的台湾人2000万人，竟然有一半希望教育甲讲，伊是原来伊中国人，伊认同中国。所以咱选举2008年。啊，是2012年，小英、谢长廷咧看马英九选，这两届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马英九是独派，要统派，啊，小英甲，吼、哦，谢长廷较偏独派，安尼投落结果，咱输呢，吼、哦，所以美国真正会惊，就是讲党外互咱公投，这个原因，第一，顶管有两种无共国的人。哦，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因是中国人。佮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讲，你即个台湾人用加变中国人一样，吼、哦。
那我嘛阿袂写得倒来吼。好，啊，这是安怎美国要叫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名的人员吼？啊，甲合我41万分的台湾政府行政奖，就这个条件。你这个新闻，这台湾民政府新闻奖，这都基本咱的美国对咱基本的要求。好，你得要有这些人民，这等于种族教官认同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论述。啊，去甲台湾人讲，吼、哦！啊，这4000名就是讲准备要接政权用的，吼、哦！当初美国要求蒋介石因派差不多1000人，因迄阵台湾头有600万的本土台湾人，那么即卖已经2300几万人，哦，差不多4倍。啊，迄阵蒋介石是派到1000个，吼、哦，的人来接管台湾的。啊、所以现在乘以4倍还要4000人、哦、这是这个原因、哦、好，那么咱来讲第三点，美国美军占领台湾有什么法律的依据，到有什么迹象、哦、啊，咱来探讨一下，伊、哦、是依据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哦、第一就是讲由参谋联席会议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那个日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哦，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的导航，这是一个代理行为，哈、哦。啊，你注意哦，他用命令蒋介石，而且伊头前嘛无。加一个中华民国蒋介石无，当初这个第一号命令当时嘛有发布予苏联，吼、哦，要求讲，这个当时的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满洲国，就是东北九省，爱向这个苏维埃远东军区的。司令、总司令来导航，吼、哦，头前有一个苏联这个国家的名。那么，独独发布哦，蒋介石是讲，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就是北越了哈，包括台湾跟澎湖，向蒋介石来投降。无头前无挂国号，什么原因？就是迄个时阵的中国有4大政权。是啥物人要代表中国？因为重庆有一个蒋介石的政权，延安有毛泽东政权，南京有一个汪精卫政权，满洲国有一个满洲国的政权，啊，啥人要代表中国？所以伊袂使用中华民国，袂使挂头前挂中国哈、哦，所以准直接命令蒋介石。啊，因为杜鲁门是盟军统帅哈，上、哦、官的。指挥官，啊，剩的拢是战区的，吼、哦，就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将军，哈、哦，元帅呢？那麦克阿瑟是这个太平洋战区的元帅呢，哈、哦，是地区性的，唔是全球性的，哈、哦。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依靠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你去占什么所在，好、哦，比如讲像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还是南越，北纬16度以南是向澳洲军的总司令来导航啊。过、哦、来，伊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伊的第二条，美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那么第23条 A 是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这对日本当然是包括。日属台湾，好。好，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啊，吼，啊，佮含51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拢是杜勒斯咧主导，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这个特任的大使，哈、啊，伊咧主导，伊咧分配，哈、啊，啊，这也咱看了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哈、啊，因为迄当时来拍台湾，拍日本。独独拢是美军独立作战哈。那么
台湾管理法是1979年4月7日订立，但是追溯等于到1月7日生效。这是美国的国内法，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权利甲这个义务来订立。咱拢毋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哈？好，过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有对台六项保证，哈、哦，啊，这个是跟阿强要签这个八一七公报进程，啊，阵蒋介石伊的情警外交甲情报系统，拢有得到这个消息，伊足惊这个八一七公报是会亲像当时的这个叫做1949年的美国对华白皮书安尼。是压倒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迄阵台湾风雨飘摇，吼、哦！迄当时1949年就是这个对华白皮书吼，一个一发布，因为等于美国放弃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就迄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吼、哦！迄阵因为国民党的报纸安怎报呢？吼、哦，报到改成啊，都明明都拍输。伊嘛报告敢若拍赢呢？伊安怎报呢？因个报纸甲你讲讲，以后阿强啊拍败，爱撤退嘛？伊不爱讲撤退哦，伊讲我军转进，我军叫讲撤退是往后逃跑嘛？伊讲我军转个方向前进，吼、哦，我军转进神速，佮加一句神速，吼、哦，听起来足够啊！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走甲离火开，走足紧嘞，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安尼有搞无？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那听起来，改成一拍赢。哦，另外，因做个生这文字游戏的哈、啊。啊，所以，即马听到讲，别个前八句讲啊，惨啊，别个台湾要用出卖啊。哦，所以迄阵台湾足侪好野人，有钱人。该卖厝的卖厝，卖土地卖土地，赶紧来办移民，机票要来买，逃难啊！啊，所以蒋介石阵透过外交管道，要求美国的雷根总统，你爱发布一个对台的保证，哈、哦，也即个宣传，哈、哦。所以雷根总统他发布这个对台六项保证。好，啊，咱来看伊来底讲啥，哈、哦。第一就是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哎、啊，你即摆讲，哎，遮拢有拢讲对台对台。啊，这是伫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唔是咧讲台湾人吼，是咧讲咧管咱迄个台湾治理当局哈。过来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啊。来，美国未修改台湾管理法，哈、啊。来，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蒋介石，哈、啊。美国未施压力，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哈、啊。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哈、啊。美国也无承认，哈、啊。就是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好，啊，这个讲咧，哦，台湾人就较安心嘛。哦，啊，你甲想讲，是安怎美国都爱提六项保证？你若无相当的有啥物密切的关系，伊哪会买？啊，你啊来，甲你安尼保证？都敢那头拄啊咧讲的，迄男女朋友，你若无发展到有一个程度啊，论及婚嫁。男方要甲女方求婚，男方一定爱甲保证讲，哈、啊，你来嫁我，我一定保证予你幸福快乐，哈、啊，啊，我保证我每个月5万块予你买衫裤，啊，是5万块，搁5万块予你买化妆品，甲你保证，啊，你啊免做，免洗碗、洗衫裤，我请一个佣人来甲你服务，安尼保证。你若无安尼保证，人敢要嫁你？一定爱有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关系。啊，你无来无去，路边看一个较水，我讲来，我讲
我保证每个月拢5万，互你买化妆品，啊5万，互你买啥物，你给我。你若无发展到，你都通讲笑的，不带哈，一定有啥物密切关系啊哈。哎，台生，我是到50分还是？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仔就先讲到这。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啊，外口有点心可以当用，谢谢。啊，下午有拍照的同学，请到我这里来拿识别证。